这个天气，你说热嘛也不热，你说不热嘛，穿个外套热的要死。怎么说呢？待在阴凉处又有点冷，待在太阳里面呢有点热，这就是这样的天气。欢迎。一下，刚刚放牛，人是去放牛了，牛是赶出去了，赶出去坐在那里还不到半个小时，然后就坐在那睡着了。那中午喝了点酒啊，太阳晒一下都睡着了，然后石头过来我就先过来啊，把牛棚睡一觉，这个还不小啊。现在这个睡了两个小时就醒来了，这石头还没回来呀、我先把这个量给办一下吧，这酒还是少喝一点吧。我发现现在天气啊，现在5点钟，你看这个太阳就快下山了，我完完全全的已经这个天气变了啊，都干跟那个过冬天一样去了。然后我们这里以前是密封的，现在是敞亮的，这个风啊有点吹得有点冷，搬料，等石头回来就直接。牛可以吃了。螃蟹鸭子，你在干嘛？想听我吃药啊？啊，这几只比较大点了，也养了一批，然后房子那边就剩一只、两只、三只、四只、五只，剩5只的大的，那个其他的都死掉了。然后呢，又买了小的，这5只的话就另外养，啊，可以下水的。你家主人呢？这石头怎么牛还不敢回来呀、你看现在这个棚顶呢、都不是那种红色的，上次我们把它多余的雨露盖住了，感觉挺黑的哈、不盖的话还挺亮的，这盖一下的话呢黑黑的。就在吃饭，啊，吃这么好，吃这么多。昨天晚上的剩菜呀、你晚上哪里吃饭？你晚上哪里吃？什么呀？我说你晚上哪里吃饭？晚上我哪里都有饭吃，干啥？你想打听我情况是吧？又想来打探我消息是不是？问一下。使劲咬啊！你看，哇，个牛肉，去年腌的牛肉，好香啊！还有吗？多的要死，要不要？拿回来。想得美。